我给你们唱首 What Are Words 吧，好久没唱了，很好听哦，是一首特别扎心的歌。他这首歌是写给他的妻子的，他的妻子好像是得了那个，就是出了车祸，然后就是智商回到了5岁，然后他就是唱给他的妻子的，这个歌词就特别的感人，你们可以看看，然后推荐给你们这首歌叫 What Are Words， 很扎心。这首歌叫《What Are Words》，嘻嘻嘻嘻。